即将在修其身的意志，人知其所亲而辟焉，是说人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，就一昧偏着心亲爱他，知其所见恶而辟焉；对于自己所厌恶的人，就一昧偏着心厌恶他，知其所未尽而辟焉；对于自己所未尽的人，就一昧偏着心未尽他，知其所哀矜而辟焉；对于自己所哀矜的人，就一昧偏着心哀矜他，知其所傲惰而辟焉；对于自己所傲惰的人，就一面偏着心傲视怠慢他，故好而知其恶。所以好人亦要知道他的坏处，恶而知其美者，恶人亦要知道他的美处的，天下鲜矣，这种人天下就很少了。故谚有之曰，因此俗语有说，人莫知其子之恶哈。人都是不知道自己儿子的坏处，莫知其苗之硕，不满足自己稻苗的长而大，此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所以说身不修好，就不能整齐自己的家。爱好，二对零，所以这期待在修其心。上面所讲的齐其家在修其心的意思，就是说人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，就一片的心亲爱他，见恶一片为敬而辟，为爱亲而辟，恨恶道而辟，当中就是有所偏，有对待。这个里面，暗体内面的功夫在这个里面。所以下面他说：“何以知其恶？何以知其美？”知道这个道理的人，天下很少。所以过完又有什么讲，人莫低其自己恶，莫出其苗之事，这个是叫做心不修，所以没有办法齐己家，这样是暗含内敛的功夫。如果你若是知道的人哦，不好知其美，好而恶而知其恶，不好知其美，你知道这个道理，就有前面的这个姐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是咱心中的物件。这种暗天机啊，所以爱好爱好好知道他的苦，两只两一只眼，你不给他处理的话呢，他这个慢慢慢会长大，结果呢把这个两只眼都去掉了。物极物里面有没有，你把这个美的培养出来的话呢，会传播各种传染。所以呢，恶与恶要知道这个很厉害，你不给他处理，会带来灾害来的。不理不，你给他处理的话呢，会很迷茫。人家说无知其自己哦，
你不要小看他，他会长会长大。我弟弟和姐姐，你不要小看他很小，两只眼睛最大，你不要小看他，他现在很小，可是你给他好好照顾的话呢，会变大。所以不好好里面有没有？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补上来，让他建立这个 OK。所以如果要他威武的，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天下很少。可是现在补充了，既然我们知道，就勤奋的话，只有这一条路而已。所以这种有心里面的事情，在关键的修心，修心，修心降心，心哪行？心行，心的希望。我们现在的心还没有知道，这还有见。心哪行？心的希望。心哪修高的水，所以我们这个讲修广玻璃修工要赶快做，很奥妙。你家里买房子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来实在读爱恶爱金好给人类常有之表情，亦常的影响其心理状态及偏而不正之意。多数人对于其所亲爱所畏敬所爱金的人，无论如何丑觉恶劣，仍觉其美好，对其所见恶所堕之人，无论如何美好，人觉其丑劣。此即所谓歪曲心理。凡属心理之歪曲作用，都由于不能把握中道而发生偏见，遂至蒙混真理，颠倒事实，做不正确之判断或不正当之行为，于不知不觉中自陷于不公正之错误，故曰：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贤矣。如何乃能矫正上述诸思，则必使心由自主，而又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，己所不欲，弗施于人，则忠恕之道行焉。心之失去正向，故由于情，亦可由于欲。正如口吐之因饥渴而不能得饮食之正味。孟子曰：孟子说，饥者甘食。饥饿的人，无论什么食物都觉得好吃；渴者甘饮。口渴的人，无论什么饮料都觉得好喝，是为得饮食之正也。这是没有得着饮食的正味，饥渴害之也。被饥渴所侵害的缘故啊，岂为口腹有饥渴之害？但岂但口腹有饥渴的害处，人心亦皆有害，人心也都有侵害的东西。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侵害？假使一个人能不把饥渴的害处成为心的害处，则不及人不为忧矣。那么就是富贵不如人，也不动心，也不以为可忧了。即使理智可以克服情感制止欲念，而理智本身欲需要权衡轻重，素能大而重节。孟子答齐宣王之问曰：权譬如一样东西，要用秤过过，然后知轻重，然后才知道轻重。
度，用尺量过，然后知其长短，然后才知道长短，故皆然。一切的东西都是这个样子，心为盛，心由其加盛，往起作若度之。王要仔细的想啊，权衡为适当之度量，使之发而无过，无不及，此事自非易义，故平时养心功夫最为重要。养心功夫很重要，没有错。前面这一段都是讲理论的，爱国爱金，我都不止因为想因为有钱，这款人是呢偏心，这个是人的偏心所引起的，所以。修得底心，摆脱一切，心情的是要灭改，心情没办法修好的。所以这个里面啊，都是提醒一个事情。咱看，我们一看就知道了。心是比较欠的，再来是又有钱，要二百六十七。也可以有用，陷入苦后的因机机害，你不能被隐去有这样的一样。所以孟子跟他说：“积点刚心，看见刚硬。”这种现象就是还没有得到有趣的那种正价值了。可是你要把学过头，或跟过分的关系了。后来在过后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在你那吃了，你也然后吹打吹打那，然后这样吹的感觉嘛，很舒服。所以两个先别理解，两个是想散散开一点哈，反正没有办法。生活的时候，你的中间的心都跑出来了，哎，想治这个心，没有经过修炼是没有办法改好的。用心这些一笔人，一直在忍耐不是办法的，一点爱平衡，只要你不要心没的习惯，坚持一年啊，再不会一年。去碰到你们这块平常人的那块人苦难，为什么？你修到头一关要明理，明理按理去生活，慢慢的呢，有贫穷一面爬起来，慢慢的改善你的生活。你不明理，你被我心地这心，要把这个心改好变来。所以平常的是两位养心，因为心的功夫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打坐。所以下手的功夫就是事业，先把空手放下，这个心止下来，那把空手放下的心止下来就是因为智，心智标准是怎样，这个行水肮脏的水让它静止下来，肮脏的水静止下来，慢慢的，那脏东西就沉淀下去，它脏水就变成清水了，一步一步来嘛。那我们现在打坐也是一样的，第一次头一步打坐的时候，
首先念入六正天，除七分天，先把这个里面啊七情六欲浊水去掉，让它变成清水。来第一句以后有定，好，浊水变成清水了，第一句啊，工作上也没有了 ，OK。五块钱水啊，今天啊，脏东西也想沉淀下去了，变成清水了。来了，准心，这个时候再把这个心存下来，准不得，准不得，准不得存，让它怎么样啊？脏东西一直沉淀，沉淀，沉淀，沉淀。所以打坐的功夫一定要有耐心，不是哦。水不包浆浆的两毛蛇，别别别，不行啊！嗯，你有耐心没行啊？事情做不好的，所以要淡淡，大概这脏东西通通沉淀下去了，变成清水了，变成尊心，然后它可以开始养心。哎，来心讲，心讲的是你的心一个境界。你的罪已经清了，你的水已经变成清水了 ，OK。他的准心能够尊这个清水，把这个清水来养成的心啊，对。他不是这个水里面哈，哒哒哒，这个结成冰，这个冰呢太多冰了，也不走的冰了，不能用了，嗯。这是叫268页后面的第一行，就是说，水平常的时候要养心功夫非常的重要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们现在修心养心，同一部功夫，就是要做养心功夫。那么养心功夫是要对第一次以后有定比较有趣。向道的人，可与是道，可以向道的人，未可与立，未必是可以自立的人；可与立，可以自立的人，未可与权，未必是可以达权的人。欲可使心思起正，已如上述。故养心之要，莫如寡欲。寡欲所以减少外力之引诱，亦所以增强内理之克制，俗称无欲则刚，刚则更能抵御外力之侵凌也。孟子曰，孟子说，养心莫善于寡欲，养心没有比减少私欲再好的了。其为人也寡欲，他的做人如果能减少私欲，虽有不存焉则寡矣。虽然也有心不存在的时候，但总是很少的了。其为人也多欲，
他的做人如果私欲多，虽有尘焉者寡矣。虽然也有心存在的时候，但也总是很少的了。子曰：孔子说吾未见其刚者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刚者。或对曰：有人对孔子说生张能生辰，生辰，你的弟子生辰就很刚强。子曰：孔子说辰也欲，辰这个人多是欲，焉得刚，怎能算得刚强。人类对于身外之物亦之保护，对于身体之保养亦尚知之，唯对于心之保养则易于疏忽。孟子对此述之至详。孟子曰：孟子说拱把之同心，孔子两手可以合抱，一手可以把握的同数和子数，人狗欲生之，人如果要使它生长，皆之所以养之者，都知道怎样培养它们的法子。至于生而不知所以养之者，对于自己的身心却就不知道该怎样修养，岂爱生不若童子哉？难道爱护自己的身心不及童数和子数吗？夫思甚甚，真是太不肯思考了。孟子曰：孟子说人至于生也，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兼所爱，应该都是爱护的。兼所爱则兼所养也，自己的身体既要爱护，就要加以保养。无尺寸之肤不爱焉，没有一尺一寸的皮肤是不爱护的，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，就没有一尺一寸的皮肤是不加以保养的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，至于考察那保养的好和不好，岂有他哉？难道有别的道理吗？于汲取之而已矣，只要在自己的身上觅取就是了。体有贵贱，身体的各部有贵贱的分别，有小大，也有大小的不同。无以小害大，只要不要只保养小的，妨害的大的，无以贱害贵，不要只保养能贱的，妨害了贵的，养其小者为小人，那只能保养小的人就算是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，能保养大的的人才算是大人。今有厂师，好比现在有个种园地的厂师，舍其无子乎？哎呀，孤我家啊，家真的家家，舍其无家。他抛弃桐树、紫树一类的好木材，养其二级，却去培养那酸枣一类的坏木材，则为贱厂师焉。这就成为一个下等的厂师了。养其一指，又好比只保养了一个手指，而失其肩背，却伤损了肩背而不知也，自己还不知道，则为狼藉人也。这就要像那护前不能护后，有了病跟狼了，病的狼了。饮食之人，那些只注意饮食的人，则人见之矣，人人都要看清他的，为其养小以失其大也，因为他只保养了小的，却丧失了大的。饮食之人，无有失也。假使注意饮食的人能够不丧失大的和贵的，则口腹岂是为尺寸之肤哉？那莫口腹也是生命所关，又岂只为了一尺一寸的皮肤呢？孟子曰，孟子说今有无名之子，现在有个人手上第四个指头叫做无名指的，屈而不信，不生不生，
弯曲者不能伸直，非疾痛害死也，并没有什么痛苦或者妨碍做事。如有能信之者，如果能有使他伸得直的人，则不远秦楚之路，便是由秦国到楚国这么远的路，他也要去医治，为子之不若人也，只是为了他的手指不像别人的好看罢了。子不若人，手指不像别人好看，则知恶之，却知道险恶。心不若人，心不像别人完好，则不知恶，却不知道险恶。此之谓不知类也。这便叫做不知道大小轻重的类别呀。孟子曰，孟子说，牛山之木常美矣。齐国东南牛山的树木，从前原是很美貌美的，以其交于大国也。只因靠近大国的郊外，斧斤伐之，斧和刀就常常去砍伐，可以为美乎？还能够保持它的貌美吗？是其日夜之所习。这山上日夜所生长的习，是生长的雨露之所润，雨水露水所培养的，非无能过之身矣，并不是没有枝芽发生出来的。牛羊又从而牧之，可是牛羊又去吃了它，是以若比敌敌也，所以就弄得像那样的光秃秃了。人见其敌敌也，灼灼，人见其灼灼也。人见的这山是光秃秃的，以为未尝有柴焉，就以为不曾生过木柴，此起山之性名也。这难道就是山的本性吗？虽存乎人者，那存在人身上的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岂没有仁义的心呢？其所以放弃良心者，他那所以放弃本来的良心，亦有斧斤之于木也，也和斧头砍刀对于树木一样，淡淡而伐之，天天去砍伤，可以为美乎？还能够保持他的美德吗？其日夜之所习，他良心日夜所生长的平淡之气，平淡清明之气，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兮，他好恶的心和平常人相差也没有多少，则其淡昼之所为，便是那早上起来和白天所作所为，有酷往之矣。有多少给他良心软烂的或是亡失的了？酷之反复，这样三反四复的搅乱，则其业气不足以存，那业里生长的清气就一些不能存在。业气不足以存，业里生长的清气不能存在，则其为禽兽不远矣，便和禽兽相差不远了。人见其禽兽也，人见他和禽兽差不多，而以为未尝有才焉，便以为他本来没有人的才质，是其人之情也哉？这难道就是人的实情吗？故果得其养，所以只要能得到适当的培养，无物不长，天下没有一样事物不会生长的。苟失其养，假使失去了适当的培养，无物不消，那就没有一样事物不归消灭的。孔子曰，孔子曾说，超则存，能保持就能存在，舍则亡，放弃就灭亡。出入无时，进出没有定时，莫知其乡，没有人知道它的方向，唯心之谓余，这就说的心啊。OK。
这拢是讲是现过比如，268页4番，可有重大，未可有失分。可以共学的人不一定是可以现道的人，可以一起学道，可是有些人不一定会去修道。可不修的你可不会，可以一起去修道了，可是不一定就可以自立起来。有些人比较快明理，有些人是比较慢，所以同样是在学道，可是不一定可以立志。可无立志，彼可无果。等到可以立起来了，可是不一定可以达成的人。也在五行的管理，修业的那种心理处理事情的那种潜力，不一定有力量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因为人人的根基相差不一定，不止，所以有这种现象。平常每一个人心的心一个境体就是有意有这个欲望，欲望可以让我们的心失去了一个境相，跟上面已经讲过了，所以培养心的这个状样最要紧的是少寡欲，欲望里面不要太重。寡欲所以减少外力的引领，也所以增强内力的缺陷。我们平常我们讲无欲则刚，刚就更能够抵御外力的侵略。在孟子这么讲的，要先母先发药，培养人的良心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劣势性养殖欲望。因为你的发药，他的作用如果真正能够减少劣势性的欲望，是又不准眼前化缘，是言忧心不准在的时候，总是天上的道。如果他的做人欲望很多的话呢，要他来准心想象到，也是很少的，因为欲望太多的关系。名利因爱我都能办，别那想的不可能。我你修了共三年五年十年以后也不办法去了，所以孔子这么讲，我比眼光见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修道往好的方面一直走的人刚强的不得了，没有这种人很少看见。有人对他讲，你的弟子心情这个人很刚强啊。孔子说，我的弟子心情这个人他的欲望很重很重，不能算是刚强，因为有欲望的关系，人对对心外的东西很容易做到地保护，
可是对自己的身体的保养，也可以知道了。但是对于心的保养，就很容易说，孟子已经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。孟子怎么讲？他说：“用人之手的人，两个合破的，冬秋啦，初秋啦，人希望他的人生感起来，都可以知道怎么样来保护他、养、爱护他、培养他。等到你呢，自己的心被如何来保养？”他就不知道了。这并不是讲伊爱心不晓得怎样修啊。这就是看到心外的物件，啊，家己心内物件，没有注意到。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修道的人，初初也是这样子，可往没有在修道的人，更不会去怎么样注意到，但是心很重要，所以养心可以养。良心更加无罪，那如果你讲嘛，研究心念，一个人对自己的心态，应该就是爱护的。自己的心态呢，既然要爱护它，就要保养它。没有一个地方不保养。当然是那么样，所以课题先不先没有其他，由他自己处理，既然在自己心上去也是那样教导很多，但是我们的心情活不活哪不一不一的地方不一下真的地方有小有大，所以不要怎么样去保养小的，它妨害了大的，他们不需要怎么样去保养了比下前面它妨害了一样尊贵啊。那这一个怎么样保养小的就算是小的身体皮肤这是小，用心待遇也会待遇，能够保养，良心的人，但是也是能增加养大的一个大人，所以基督教书，教训外人，他抛弃了人家懂修书修这一类的好木材。一定要有人怕习惯，这就是这个不懂得教导的这样不懂的人，因为第一次你是经过艰艰苦，这道路为什么消失好？他放弃了你，那你的身体，那你的尊贵大小变个半。这一年啊，那是不能讲一年啊，过活有了病的人啊，因为是这人真是为其养小一时代，因为是不有些人，就是靠好天性的缺损肌肤的，那么靠好那些性的生源做官呢？有气气的就接起存在朋友呢，孟子
一个比一个例子，你说现在有无名之徒，可是呢，这些人无名气，出起来都靠飘飘泊泊的，不会出名的，并不是现在我一天二十公尺湖边故事，就是拍垮了你。一趟别人讲，有意思可以把这个啊，库里伯德的兄弟的这个镜头给一治好，他就不哭了。现在经过他做过的多，那么的遥远，一直是为了现在进镜头出名的，他得一直跑到现在那里去治疗了。你想想，小组头现在啊。没有一般的人那样的人好看好漂亮，你就知道讨厌，那得意啊，跑得那么好也得不起也行啊，把这个小石头吃好，那这个东西没行啊，那么的把这个心要办，为什么行啊？不把这个心治好呢？这就是刚才在那种底下的人，还不在那种一底多爱啊，第一堂在那里地修行的话，这是下贱的物件。内容心的物件，这是无比善，足贵气的物件，所以贵贱贱都卖。下面这个是描述的，比如有三七宝相比，相比什么？这个东南古山的树木，以前就是那么的茂盛，那么的漂亮的，因为这座山在什么靠近的什么大国，这个是大国的那个郊外，人民很多，古代的什么没有，都是烧这个什么木头的，来这个雕秀茶。把这座山的你的树木砍得怎么样？秃秃的，变成有点不漂亮了。这个是请了烂人的良心感官的。一次在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把那个良心的怎么样砍掉？砍掉？砍掉？像一些在砍有山的那个树木一样。看这些人屏幕转入眼了，不修得了，就是这样的，自己天天的人家做坏事情还不觉得，结果呢把那个良知线良知良品害得人家没有办法，长期挂在油上，结果你看得秃秃一样的，不好看。太耐心了，两毛也不怎样，不是不怎样。因为我们的心出去不是非常难把握的关系，所以孔子他讲，舍弟子论271最后一行，孔子说舍弟子。你能够保持为什么就能够存在下去，我你放弃它都不晓得怎么办，出去不起让你心进进出出多一点的时间，我弟弟不知道怎么他现在又到哪去，一心举就是讲让你心跑出也难保，所以一般的人做出了坏事情，他也不觉得，你以后的感受。我们再休息一下吧。